吃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先各位先来洗一下我们这里的空气，而且分多清跟库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吸个三个大空气哈，来，深呼吸三次哈，吐气3次。来，预备，深呼吸，好，手伸起来，妈妈伸起来。好，吸到最高点的时候呢，稍微憋下气，再慢慢的放下来。嘴巴要张开哈，从嘴巴深呼吸，再从嘴巴上吸进去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哈，好，深呼吸，用力吸哈。来，我们来到我们原住民的地方，我们跟我们的主人展示招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用欧的方式，用大喊的哈，要有回音哦。我们来跟我们的主人，好，展示招呼，来，对，开始。哦，要吃饱哦。不错哦，气很长哦。我很感谢你。不错。气很长。把每个人的心情放开，把在都市里面的压力、一些困顿、疾病放开。我们这一周就是在外面受到很多气啊，未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用大声的呐喊，好不好？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气。眼睛睁开来，来听到三种声音的人请举手。好，请讲，来分享一下，来。风声。哎，风声，再来。好，水声呢？哦吼，好，再来呢？脚步声，再来呢？看你们有没有用心哈，风吹树叶的声音是吗？对，好，来最重要的，还有自己的心跳。哎，厉害厉害，已经进入到最高点了哈。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呢？呼吸声呢？呼吸声有。好，只好你们通过了哈。来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来。
对，来，原住民的掌声。一二三，老大，好，来，我们一。